现在小燕子应该已经孵化出来了，大燕子在不断的进入它这个巢里边，给它们应该是喂食，我认为是。看都能看见，一会儿一会儿不断的有进入的，风很大，但是它们也在努力的飞翔，喂这些小燕子们。看看这小燕子，燕子。再过一个月，用不了一个月，小燕子就可以到洞口了，真漂亮。